的我们陶渊明的看板的人也帮我举高高好不好？好，来大家，对对对，有专辑的帮我举起来，要开心哦，看前方哦。C， 来，还有哦，还有哦。好，再一张，有请有专辑的人到舞台的右手边，然后想要拍照的人，大家可以在这个舞台前方，好不好？就自己呢任意的拍，自由的拍。今天呢有很多照相的好机会，刚才也唱了歌，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呢好好的把握机会，多拍一些美丽的桃子，然后呢上传到网络上面，跟你的朋友分享一下。福茂唱片的官网呢也都会有消息，欢迎大家平常只要使用网络的时候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。好，江姐，今天是十一月十八，只能远远看着你模糊的脸。好的，那这个呢今天我们有照大合照，大家记得在下个礼拜三之前一定要到我们 HitFM 的官网上面，活动记录的专区会有今天这一场签唱会的实况记录，会有照片，然后呢也会有文字。如果说文字啊或是照片你想要自己留作纪念的话，照片上面你就滑鼠移过去，按右键另存新档就可以了。那要记得哦，这个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，今天我们会有两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手上的 L 型文件夹，等一下我们会请桃子在上面签名。如果想要获得的人，请你看一下大合照当中，如果你的脸有被圈起来的人，我们就要送给你这个有陶渊明亲笔签名的 L 型文件夹。在一个月之内，如果你有被圈选起来的人，都可以到我们电台来领取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不大清楚正确的领奖方式，大家可以。